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任何事情啊，按部就班，循序有以进啊，这个知所进退啊，则进道矣啊；知所先后，则进道矣啊。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啊，我们该什么事情该先做，什么事情接着赶快继续持续不断的往前推的时候，这个事情才能够办得好。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心脏，你看心脏要把血送出去，可是显然不是那么单纯的把血送出去，你要把含氧量高的一个血从肺脏这个地方做完气体交换完以后，回到左心房这个地方来，再到左心室，左心室再经过主动脉再打出去，然后用完呢这个氧气的一个含量以后，在全身的静脉再回流到右边的心房这个地方来，然后到右心室，这个再打到肺动脉这个地方去，肺部这个地方去，它才又在做气体交换，然后周而复始啊。但是复杂的过程中充满着单纯的美。你很复杂没有错啊，听起来就很复杂，我们要去念那个也很复杂，考试考起来也不怎么好考，但是呢基质的都是很单纯，这个结构也很单纯，它就一定一个方向，它如果方向跑来跑去，那就不得了，我们一定会心肺衰竭的情形会产生出来。所以心脏啊，这样的一个功能啊，确实让人家叹为观止的一个状况。我们再从微观来看的时候，你看里面又是这么多的一个东西，它要把这样的一个血液，刚刚讲过，有些是要送到，它不是一下子只是送到全身去，一下子只是送到肺脏去，不是，它是同步在进行的。所以你这个同步的一个过程中，怎么样让它有维持那个秩序啊？混乱中似乎外面看起来是有点乱，但是事实上内部的一个规则啊是非常有它的一个道理在进行的一个状况。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一天每一次的一个心跳，我们大概打80cc 左右，所以一分钟就等于会达到5.6公升的一个血液，然后一天1440分钟的话，达到8公吨左右，8000公升的这个血液量从我们的心脏这样打出来。可是你也不会觉得太累，你光想到8公吨，就是想到都受不了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平常为什么没有感觉？重点，天下事啊，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个是老子讲的话。很困难的是你一定要从很容易的地方开始啊，所以这个困难似乎很困难，可是一次你把它分担解流，作于细作于易的一个结果，你才能作于难作于大，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啊。不要一次我想说哇一下铁肩就要挑重担，一次挑起来我一次挑不起来，我慢慢挑也可以吧。所以透过这样子啊，这个是人生啊，真的是要学习的东西，从我们不管是从老祖宗的智慧，或者是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智慧，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所以重量你一次打出去，这个医疗上我们都有数据啊，这个数据都可以显示病人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心输出量到底是够或不够，还心衰竭的情形有没有改善。所以你去衡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一个衡量，这有个衡量，大家也许在这里看不是很清楚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秤在这个位置啊，这个秤上面还是两边的东西还是空的，没有摆什么东西上去啊。这是维梅尔，17世纪荷兰的一个画家维梅尔，他画的这样的一个画作，所以表达我们需要去称的一个东西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暗暗的看不太出来，就是一个秤在这个位置啊。可是底下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在那个位置啊。那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去称这个金银财宝，还是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大概也要去思维的一个东西啊。好，那可是是不是就是我们争取名利啊？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去思维的东西啊。它背后后面的这个画作是最后的审判，
所以宗教的意义蛮凉的，蛮强的。你拼命的要财富啊，付出了那么样的罪恶的结果，最后会变成坠入那个地狱的深渊啊！当时的警示的教育是很强的，所以这幅画，唯美的画，画中啊，大概都有它特殊的意涵在那个位置啊。我们倒是想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不只是这个画中的一个意义，请大家注意到它怎么去把这个主人翁啊，让它更明显一点，就是打光很重要，光源。刚刚那一位趁着这个这样的一个女生啊，光源也是在左上这个地方。这个倒着牛奶的女仆也是光源在左上。这个人家有去统计啊，欧美三家大最大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啊，画作里面光源的来源比例啊，80%是在这个左边上面30度到60度左右，所以你看看很有意思啊。它这样照出来，结果柔和中又可以把那个主题啊给它彰显出来。好，你看看，这也是左边上面30度到60度中呈现出来，戴着珍珠耳环的，这也是维美尔的画作。另外一幅画，一个女生跟两个男生，这一样也是在左边，30到60度这样呈现出来。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幅画的时候，大家看。一个男生在这里，一个男生在这里，这个男生对他显然啊，就是要表达那份的一个情意也好，追求也好。那这个怎么在这里打瞌睡？好像闷闷不乐的一个状况，跟刚刚跟这前面这里似乎对比蛮强。这个还可以看得到脸上的一点表情啊，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其中有一个解释是这样子，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就是表示他一方面表达那一份的一个追求爱慕，结果被拒绝以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哎，算了，这个心情不好也好，这改过自新啊，再看看有没有些什么该努力的方向也好，坐在那个地方低头沉思啊。因为你看看大家造型人物，确实都很像，所以从这一点解释也是可以啊。这个叫做异时同土啊。不一样的时间，但是这个人物是相同，把它画在那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你看画家啊，有时候他的一个想法真的也是让人家蛮佩服的，用不同的一个方式来创造出我们大脑可能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医疗上我们异时同人啊，就是一个人同样都是我们，但是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病，过去的一个病史等等，其实都是跟这一次的一个生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个7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那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肺部这个地方啊，有一些那个局部的肺部的血流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就造成心脏的一个衰竭。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血流要回到心脏的这个地方，因为心脏打不出去的结果，肺脏的血流回不来，回不来它就积在这个地方，这个病人就会出现刚刚那样的 X 光，这里相对就比较白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经过治疗，同一个病人啊，经过治疗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状况就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那但是为什么他莫名其妙会心脏衰竭？那最主要的理由当然就查出来是冠状动脉冠心病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冠心病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支配的心肌的一个血流的供应的时候，他供应不够，你像这样有好多地方的一个狭窄的时候，当然心肌就无力，无力的时候他打不出去，肺部的血流就回不回来，当然就造成我们刚刚讲积水的一个状况啊，这个肺部里面的一个循环不好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就需要做到，因为它的一个牵涉到血管比较多，给它做绕道的一个手术。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看一下，这里还有一圈一圈的，这是因为比较复杂，所以没办法用比较微创的一个方式啊给它开刀，所以还是需要打开胸骨，然后在里面给它做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个绕道手术，这是硬化的一个血管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看到恢复的情形啊，看起来稳定。但是在经过2年多左右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看到又出现积水的状况，表示身体的一个稳定性啊，这要维持也有它的一个困难度，而不是说开过一次手术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啊。赶紧收看，这样。